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 KOF Star。今天是5月9号星期四，好，时间两点多而已。因为主要我有两款手游要下午录啊，所以就提早录 KOF， 不然每次都撑到三四点、四五点去耶。好，那看到影片之后，神盾开了嘛？哦，神盾已经开了。那神盾的话，红绿黄紫蓝嘛，第一队上紫属性的。紫属性的话，我应该是会用红丸啦。红丸没了，我只有红丸而已。红丸嘛，另外一只不知道上谁，因为我也都还没练啊。我这个草地啊，还有这个斋士啊，这个库山阿姨都还没弄好，只有红丸吧。第二队上谁啊？第二队忘归吧，忘归啊，还有这个还没练的这个草梯精，紫属性哦，紫属性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紫属性，哦，紫属性又是这三位啊，又是这三位，只是这个你不可能把神盾系统丢在他们两个身上啊。因为这个无界跟这只杰米比较弱一点，说实在比较弱，因为是免费角啊，这两只免费角，免费角就是堪用而已，堪用。然后我的黄属性觉醒90的话，就只有这一只和这一只啊，这只陆克，然后这只漂亮高尼茨，这只的话，要再搞一下，应该是弄好了。那应该弄好了，这个以前就做好了，就没有再弄了。就是让你的 OP 值到够了，但是你还是要从前面的那些扩充城市装备开始慢慢刷。就是我要用这个斋士去刷工厂，慢慢刷起来。那我再就是蓝属性嘛，蓝属性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抢人，但是有准备两只九星的。没有办法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短时间之内可能也没办法抽卡了，因为我没有红宝石。红宝石你要抽好抽满，至少要准备个十来万嘛。那我这次已经800抽了、啊，战斗卡没怎么抽嘛，战斗卡20抽。那个我记得那个活动送白嫖券好像是10号吧，好像是10号啦，就再等一下。然后抽完没抽到的话，我再来200抽吧。然后骰子的白嫖实验抽就算了吧，那个还要等好久、哦。那20圈的啦，应该已经有人20圈的啦，你可以去做这个任务了，论坛上的任务。你们看到影片之后可以再转嘛，我这次还没换日线。还没换这些斗金，对不对？都已经20圈了，噔噔，20圈红宝石，反复红宝石是这个啦，重复的。这个我自己再来传吧，自己再来做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网页上吧，网页上应该很多人做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。OK。这个完成了哈、哦，完成了，字很小，但是显示完成了。哦，20圈它就显示完成了，那大家都开始做了、啊，你就抠别人的也行啊，因为这个都长得一样啊，你也可以自己贴图了，就完成了20圈全部。所以今天做的人应该比较多了吧？哦，已经300多个人做，原本100多个人啊，那100多人很奇怪啊，干嘛提早做？提早做只能拿到这个啊。你当然是等跑完24之后再来做，这边是10抽嘛，然后上次这个火焰格斗家认证的话、啊、是各10抽吧，哦，还有这个代币1000，什么时候发？5月10号，哦，5月10号，看到影片之后的隔天吧，5月10号，因为今天是5月9号，好，大概是这样，哦，那边显示完成，记得做，记得做。
那那个奖励领到的时间还要很久啊，还要很久，可能就下礼拜了吧，就是卡池结束前的，我就没办法等那么久，因为我还要练角色嘛，然后我们还要跑神盾啊什么的。好，那你今天要干嘛？今天那个啦，打一下那个幻影之塔吧。我明天再来玩这个，下期再来玩这个神盾挑战，用我的那个红碗打打看，练习一下，先练习一下。那上次的伤害需要70B 吗？这次我不知道，这次看他们怎么样，应该不会马上又上修吧？又上修就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又上修就太过分了。我们来玩一个那个幻影之塔吧，幻影之塔，我就是偶尔会爬一下，就是抽到新角色就给他爬一下。但是我这次的角色都还没练嘛，我还是用旧的角色啊，就是反正我才四五而已啊，爬一下，现在目前是70层啊，红宝石2500，然后这边是星星月亮，这边有星星月亮，啊，红宝石2500。回收一点红宝石，啊，我一样是用我之前从20几层开始爬的组合，就是这三只。原本是没有阿修，原本因为阿修有上修啊，就变比较好打，就爬一下吧，爬个2、3层吧，层大概打个2、3分钟吧。我们准备来吧，好，来吧，来吧！刚刚那个摇杆没设好，打手不见了。因为主要是我今天下午玩那个，我独自升级，它网络有问题，就会把那个 Marble 的启动器重灌。它重灌之后，就整个游戏就移除了。刚刚重装还没设热键没设好，所以我刚那一场死掉了。就是这样，这个不保强啊！好多扫墙啊！你看我被摸到，没摸到就没血。这边极限物甲是假的啊，没有极限物甲。我以为你有极限物甲。反正你就不要贪伤害嘛，远程打，远程打，跪在旁边远程打，不然实在太难打。你看我都丢受伤了，有个严重了，摸一下又掉一堆血，超难打，就被摸到一下下就没血。上个盾，但是又中毒了。哇，没血！为什么被那个黑洞打到哦？天呐，兄弟，我的雅典娜没血啦，太伤啦！他是红色哦，难怪我打他不痛啊。难怪我打他不痛啊，可恶！不好打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好，给他追。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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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雅典娜刚刚没血，
这只难打，我没有蓝属性的难打。靠我的盾撑过去的，靠汪哥的盾撑过去的，虽然只有三秒还几秒而已，有够短的。哦，好难打哦，这个越来越难打，真的越来越难打。啊，四五过了，我们再玩一两关吧。慢慢爬吧，啊，四六，哇，有红属性，又是红属性，这边有黄属性的，希望 BOSS 是黄属性，然后绿属性才可以输出。我现在就是没有蓝属性墙角，所以刚打那只阿修有够难打的。他是红属性，还有他的一些弱点可能也没有克制。这种几乎会必定有气，因为你打大量敌人都算次数，会补五格气这样。好，靠一直在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啊，比较你方便你跑啊。然后蜘蛛会爆炸，可是好硬哦，打我好痛哦，我刚才打正面有打不动。就在给我放光速哦，那只基因怪，别炸我！哦，晕我啊，没办法。哦，受不了，越来越难打啦！我变成黑白了，中了一个暗黑变黑白。反正我刚刚已经拿到2500了，2500拿到了，快跑！哇嘞！我连小兵都打不过我了。哇嘞，有够强的！我刚说这一场打起来两三分钟，我刚看了一下，要打四五分钟啊。三四分钟跑不掉、啊，哇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所以你看，这个70层爬起来，哇！你又不能失败，然后可能要打好几个小时。啊 ，BOSS 来，但是我的 EV 技能已经放完了。还有是红属性的，哎呀，难打。我要死，我就死到。打不动，
一下时间，拖一下时间。难打，难打，难打。撑住啊，兄弟！完了，完了，兄弟！啊，好险，好险，我死光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在那个四十几层之前都是三只不会死的，没办法，那个老问题啊，那个红属性我这边没有蓝属性克它，真的很难打，还是有一些缺陷哦，没了没了，终于。这个绿属性还好，然后这个红绿黄紫，黄紫有黄属性克紫属性，我没有蓝属性被他克嘛，然后我也没有黄属性被这个绿属性克，应该会还好，应该是还好，就是彼此没有什么克。我这个组合是克蓝属性跟黄属性，因为我是有一只紫属性嘛，然后两只绿属性，我这个组合啦。我们玩多久啦？看一下，哦，差不多了，那就玩到这边好了，慢慢爬啦，主要再过几天把那个我的草地精练一练之后再来玩草地精好了，像这个红属性就可以克绿属性嘛，我可以上红属性的来克它一下，只是那个套壳要拔来拔去比较麻烦，因为没抽啊，没抽就要拔来拔去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哦，这个忘了做是不是？也没差了啦，也没差了。因为那个商城都溢出啦、啊。做不做没什么差吧。这也可以分解一下，用不到。用不到就把他们帐篷分解吧。你看这个商城早就没什么好换的啊，该换都换，我还900多欸，900多，这个有什么好换的？我都搞不懂，这有什么好换？你看6000多欸，没啥好换的。金币有缺金币吗？还好啊，金币根本不够用。如果你真的要刷那个扩充城市的话，也是不太够。好，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啦，就赚了2500哦，2500红宝石，差不多啦。你玩故事模式以前一层一关一大关也是大概1000多吧，可能也是1000多红宝石而已啊。这个2500已经不错了，那就先这样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